真服了，跟我爸说一个几块钱买的，他不信，非要给我转100块给我报销。他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烟灰缸，通体玻璃居然能散发炫彩光泽，真的很有质感，拿着沉甸甸的很厚实，底部还防滑，就很贴心。这烟灰缸也太好看了吧，买回了6.99一个，咱打开看看，他这还有个合格证呢。咱把这泡沫清理一下啊，已经擦完了啊。这烟灰缸质量挺好，家人们，它这可厚实了，看一眼啊，晶莹剔透的。然后它这块每个烟灰缸上面都有3个放烟的地方，大小也是正常大小。量一下尺寸啊，直径是11厘米，厚度大约有0.5厘米，质量确实不错啊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灰色的嘎嘎好看啊。咱现在试一下它防滑效果，再把桌子抬起来啊。可以啊，这防滑效果，这烟灰缸给大家炒完了，很厚实啊，然后颜值特别高，特别是在有光的地方，嘎嘎好看。我个人感觉这个灰色的好看啊，有需要朋友可以整一个。